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闲观》。这两个您要做一个联想啊，大概有时候是不晓得要怎么联想起。这是一个镜子，女生在照镜子，揽镜自照。这是一个羽毛在那个地方啊，是到底什么跟什么的一个关联？是不是要找个羽毛再插在哪个地方？哎，感觉更加的一个飘逸啊，这个清新脱俗啊。不是，这跟医疗有关系啊？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一个人呢、要判定他是不是已经是去世了，那么跟着时代有很大明显的一个不同啊，就是在比较早期的时代，到底怎么判定这个人是不是去世啊？其中医师啊有用到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是镜子，一个是羽毛。镜子放在哪里？它不是这样要照镜子的意思啊，那镜子放到这个鼻孔跟嘴巴这附近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呼吸啊，所以如果说是有呼吸的时候，它可能碰到的那个热的空气碰到冷的这个镜子，它可能产生出雾气出来，所以医师就会用这个判定，哎，是真的没有呼吸了，或者是用一个羽毛在这个地方，不是要去把它搔痒一下，看它会不会有些什么反应，不是，也是一样，看看这个微小的一个动作有没有那个小小的一个呼吸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它这个羽毛的一个这个抖动的一个状况，可以给临床做一个判定，到底有没有一息尚存呢、啊？结果确实都没有。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误判？当然有可能误判呢，因为某些状况之后，他心脏不是呼吸啊，后来才知道心脏才是最主要能判定这个是不是真的啊，这个生命已经到最后这样的一个末期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个才是重要判定的一个基准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觉得说是早期从那个镜子羽毛到后来听诊器来听有没有心跳声，到现在也不是脑死，所以这个死亡的一个判定其实越来越有它不同的一个意义在，因为脑死的判定，脑死并不是等于植物人的意思，脑死是脑干死的意思，是这个脑干死亡。那我们透过呼吸器啊等等维生的一些机器，它可能可以帮忙这个病人暂时心脏它会跳，但是大部分绝大不多数90%以上在2个礼拜之内会去世的这个情形的时候，那么如果能够把握这段时间，在他心脏还能跳动的时候，表示其他的器官还好的状况之下，能不能以爱人间呢？所以这个脑死又是对死亡的判定的更进一步的那样的一个这个指标。好，提到死亡啊，我们跟大家提到一个挽联，这个挽联写这个挽联的人呢、是长相大家觉得有点怪异啊，不过这是非常有才气的一个人，清朝叫做纪晓岚，这个人士啊，他自己写的挽联，他说：“浮沉宦海如鸥鸟，只是啊，宦海，当官的这个情形啊，好像这样的一个在那个风中飘荡的那样的一只小鸟一样，有时候飞往何处啊，很难呢、你自己能决定啊。生死书虫是杜鱼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最喜欢的东西还是在书里面，好像那个书虫，钻在那样的一个古书，那种感觉，其实对他讲起来，也许书是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人的一个文采飞扬啊，我们从这样的他自己做的一个挽联中，好像就可以感受得到，他在乾隆33年的时候，也大概就是1768年左右的时候啊。18世纪的时候，他被贬谪到这里啊，新疆啊，乌鲁木齐啊。现在我们听到新疆乌鲁木齐，总觉得还好。那个时代，你要从这个北京啊等等，要长途跋涉到这个地方去，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想必他得罪了乾隆皇帝啊，他得罪了是什么样的情形啊？跟这个有关系啊。这个在古代是非常珍贵的东西，现在我们并不觉得它特别，好像有什么那么样的一个价值。盐呐、所以古代你要取得那样的一个盐的一个这个专利是要有很多背景的，所以也可能产生出很多弊端，因为那个利益之所在呀、也就是弊端容易产生的一个地方啊。那这个他的亲家纪晓岚的亲家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被查出有点点问题啊。那这个纪晓岚就
通风报信了，因为他在朝中为官呢，就后来连他也株连呢，被贬谪到那样一个地方去啊，所以后来还好，又有机会再回到朝廷啊，所以他说，如鸥鸟一样啊，人生的一个境遇啊，如果是在朝廷中，确实啊，即使不死在朝廷，在很多地方，也不就是这样，能不能乘风，这个随着那个气旋呢，恐怕还是要把握那个姻缘吧。好。话说纪晓岚小时候的时候，那就已经是才华出众了。这个有一天呢、啊，他去跟其他小朋友在那边玩踢球啊，踢那个藤球、藤做的球啊，就踢到谁？踢到一个知府，一个县令的意思啊。他做的抬的那他们帮他抬的那个轿子啊，结果那个县令就跟他这个出一个东西啊，对联让他对，如果你对得出来，我这个球才还你啊。他说：“童子六七人，独如角。”你这个人，你这个小朋友最狡猾啊！这个纪晓岚对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太守两千担，围攻什么东西啊？他这里还故意不写，意思就是说这都对得很好，太子对童守，童子，然后哎，你这位这个县令啊，怎么样子、啊？可以选择一个是廉呐、啊，清廉的意思啊。如果你把球还给我，贪呢、啊，也可以啊。如果你求不还我，所以这个从小就是啊，很有他的一个才气跟个性在。他八岁就去赶考，那么主考官看到底下这些考生啊，如坐针毡呢、啊，所以就对上面写一个对联：众生如进阎王殿。你们看底下的考生能不能对呢？他这个底下对主考。官如坐望乡台，望乡台的意思、啊、就是被贬谪到远方去的意思啊。然后主考官又出了一题，他说：“门上将军呢、啊，两脚未曾着地呀、啊。”那他对出来是什么？朝中宰相一手可以托天呐、啊。所以这个确实啊，才气、啊、非比寻常。好，这个门户啊，好这个门呢、啊，我们给大家看到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肠胃道。突破了某一个门户的这样的一个个案，四十多岁的一个男性病人出现的症状，这是大肠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癌的这个肿瘤啊，那么已经影响到这个整个消化道的一个通畅，所以出现出胃胀啊、不舒服啊、吐的一个症状出来。除了这个症状以外，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刚开始大肠镜的检查，不只是做大肠镜的检查，还要看看他周围有没有影响到附近的组织。结果一看，他看到这里肝脏，这是大肠那附近的一个十二指肠那附近的一个地方啊，可以看到肿瘤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假如从这个解剖的一个图谱上面可以看得到，这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稍微给它这个聚焦在刚刚提到的这个，它有问题的这个点是在大肠，也就是比较大的那样的一个肠子的地方啊。但是它跟这个小肠之间、十二指肠之间啊，那么。可以看得到它有这个交接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出现问题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就是在肝脏后面现在好像看起来空空这个位置啊，它本身的一个肿瘤，然后这个肿瘤有侵犯到底下的这个组织啊，所以这个肿瘤在这个位置啊，这个肿瘤这个位置底下是十二指肠这个位置啊，所以肿瘤不只是造成局部内部的一个阻塞，还侵犯到附近的这个小肠去啊，所以这临床上出现的一个症状，当然这个还是一样以肠胃道不通为主的一个症状，那么局部的一个肿瘤造成的一个影响，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状况。那给他做胃镜的一个检查的时候，可以看到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啊，就有外面肿瘤侵袭到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治疗上就比一般的治疗大肠癌，只是局部把这个有肿瘤这个位置啊，这个大肠切掉还要更复杂。十二指肠啊、胰脏啊一部分啊等等，都还要做切除的这个动作、啊。还好，经过虽然是蛮大的一个手术，这个病人的恢复的一个状况蛮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这个就是表示啊，这个底下的这个引流管啊是很多的一个状况。我透过这样的一个治疗，还是得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到底要不要锋芒毕露呢？您斟酌吧。来，你收看，再会。